场的嘉宾是王福仲。王福仲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。是市场的问题，市场经济是一种什么？是一种自愿的契约，要照顾到最广大的消费者的这个利益，改进他们的福利啊，包括我们所接触的人都是一种精英思，这种思路已经落伍。接下来，让我们隆重请出广东卫视更好的明年跨年盛典演讲嘉宾王福仲。可以说2017年是一个本来应该是一个投资的平庸之年，但是有一个东西的出现让它也不那么平庸了，那就是比特币。比特币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只有1000美元，那么现在它是20000美元，涨了20倍，就是2000%。从2009年比特币诞生到现在，王穆迪不是已经说了吗，涨了2000万倍，那就是你有5块钱你就是1亿，你100块钱就可以上胡润的百富榜。它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收益率最大的投资产品，以及增长最快的货币。但是我们发现大部分投资者并没有买比特币，为什么呢？得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不知道有这回事啊。这个以中国大妈为典型代表，中国大妈现在是最有战斗力的一个群体，现在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能跳舞的地儿都有他们的身影啊！他们已经发福的身体啊，脖子里带着重金属，身体疯狂的律动，试图找回青春的记忆。而且据我们广东的一个媒体的一个财经女记者的报道，当2012年、2013年黄金价格一路下跌的时候，马上就不行了，是中国大妈抄底挽狂澜于既倒。如果他们能参与比特币，我想再涨个20倍都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们在比特币里边没有见到中国大妈们这个身影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知道有这回事儿啊。什么区块链技术、去中心化啊、分布式记账系统，这个对中国大妈来讲这是多么大的遗憾。那么这就是比特币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，那就是你做投资者呀，你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啊，不知有汉不论魏晋。其实陶渊明啊还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了一下南山，而中国大妈们就没有瞥比特币一眼。就是如果你抛弃了世界，世界肯定会抛弃你。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不相信，就是我不相信这玩意儿。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是资深的投资者，他们都是巴菲特精神的这个传承人。你看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，自打比特币涨得比较快之后，巴菲特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，没有人在谈论这个老头了。为什么？巴菲特说是股神，股神你一年的复合收益率也才10%几，比特币今年涨得最少了，还涨了20倍，巴菲特根本就没法比呀。有人说比特币太虚拟了，所以说没有价值，确实比特币很虚拟，它只不过是我们在分布式记账系统里的一串数字或者是一串代码，但是它就像黄金差不多。我们知道人类找到的第一个货币就是黄金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它数量稀缺，就那么多，然后它比重很大，很小的一点黄金就有很大的质量，因此它很安全，而且它的可以切割，可以标准化。那么比特币也一样啊，比特币一共就是2100万枚，而且它更不占空间，为什么？它就是虚拟的，不占空间。大家想想，当货币纸币替代黄金的时候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也很虚拟呀？哦，过去是看得见摸得着沉甸甸的黄金，现在变成一张纸了，那你说虚拟，这个话虚拟不虚拟？看不懂吧？这叫两个塔西提妇女
值三点几个亿，是世界上最贵的画，虚拟不虚拟？虚拟。微积分虚不虚拟？虚拟。诗歌虚不虚拟？虚拟。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恐惧感，害怕。害怕的人是大部分，包括各个级别的投资者，也包括金融学家、经济学家们。比如说斯蒂格利茨，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，是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。他说比特币，这不是现在说，好几年之前就说比特币就是郁金香泡沫。大家都知道郁金香泡沫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历史上没有发生过郁金香泡沫，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搞出来的郁金香的泡沫。因为最严肃的《剑桥经济史》这本书就没有记载郁金香泡沫。历史上看啊，资产价格的上涨起起伏伏很正常啊。那你说长期看来比特币会不会破裂呢？我告诉你会，因为一切的资产的价格都会破裂，都是泡沫。但是如果你这样想的话，你就不要投资了。最近冯小刚一个电影很流行啊，芳华啊，世上有朵美丽的花，那是青春见芳华。芳华里边说有一个叫刘峰的，他的男主角叫刘峰啊，他爱上了林丁丁这个姑娘。可是这个电影的最后，我们就发现林丁丁这个姑娘呢变成了一个身材肥硕的妇人。那你不能说刘峰当初爱林丁丁就是错误的，因为所有苗条的少女都会变成中国大妈。如果你这样想的话，那你肯定不会追求林丁丁这样美丽的姑娘的。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，你就会一事无成。巴菲特成功只有一个秘诀，是什么？运气。因为那些价值投资者比巴菲特还巴菲特，但是他们都输了，这叫赢家的诅咒。而我们的成功主要是靠运气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？勇气。如果你没有勇气，你就会失去一切，你就不会获得一切。刘峰输在哪儿呢？输在胆子太小了。他如果早一点表示，或是再多坚持一会儿，事情也就成了。但是他没有坚持，胆子太小了。我们要更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，你才会有可能成功。谢谢。